你这是？给你买双鞋子，看看穿不穿得。现在就穿不得，走葫芦。这卖都卖回来嘛，告他嘛。合适啊？合适吧？哪个脚？这个脚不是穿的啊？是啊，哪个头切呀？我给你挎在那衣服屋头。不行了，你看我老公是黑的白头发。那头发一根一根的拔呀嘛，那就是黑头发了噻，那就年轻了噻。要不然我，你把我等点摊来补一下看。那啥子等呢？你那个猪肚子那好多等嘛，我看到那整的啥子猪肚尖的冰柜头有猪肚子，合着一哈等噻。那肚子那就等起。那脚子你给我洗出来呀？你洗哈洗哈，绕哈绕哈，冲哈去蒸。什么个鸡仔来蒸蒸蒸？我们那等摊的大头点儿叫的。王春。嗯。你是不是今天车的时候哪个说你吗？你这两天回来还整汤还要包养哦。你那个叫的，你是比我大几个月，头发白跟白头发就没得看到比我年轻得多。人家想吃鸡，不过他的技术化，你是吃吃鸡的饭的。确实卖逼的嘞。下来补一下出去，自信点哈，听到没有？我的肥儿了，你这不是酸下盘了。人家喝鸡汤的时候是喝汤。你一吃汤那就按着嘎嘎的吃了咋子不嘛？加点盐巴，加点面粉，这跟包你师傅说的呀，那啥子洗哈洗哈，软哈软哈，冲哈冲哈就干净啊。我面粉跟你买的那个工序不对吗？天，这个面粉裹在高头像黑漆似的，给它一搓，把那粘液都给它洗干净了。其实洗着肚子也比洗大肠要好点，不用一会儿翻过去，一会儿翻过来。好，这哈软哈软哈软过要弄，再接下来冲哈冲哈的弄。把这肚子翻过来，这面多余的油跟它撒了，你再加点面粉，再洗了一道。好，把这猪肚子洗干净了，浸下水。好了，肚子出下水就要得了。把这肚子把它切成肚条儿，再把切成条条就可以了。我天哪，人家整的猪肚鸡好像是把鸡包跟猪肚子的哦。这个鸡嫩大，那咋子包得进去嘛？你炖好啊，捞出来还是要切来和在汤里头，我还不如就让它切过来炖。你说了算，这个鸡可能要牛肚才包得进去。再放点这个鸡身上的油，捞出油过后放入姜葱胡椒，再把这肚子再去炒一下。好了，把肚子炒了要得了，把倒在这个西瓜头炖起，再切点党参在里头，再加点黄芪在里头，放下去和炖一下炖。鸡嘎嘎还是倒下去，才包你春年轻两岁。这蛋子吃着鸡就年轻两岁的话，鸡毛都你要啥来吃完？对。大家看着等它炖起，再准备点红枣。哎，你在这收到？我那瓢锅头的红枣，人家炖个个把小时，就给我夹在屁股头压炖了，听没有？没得问题的。哎呀，我就把脑子上起就是。再看，加点盐喽。哎，也是炖的红红红的呀，还有好多油哦。原来把红枣给我放在这上，我又那个忘记了。在出锅的时候再放点枸杞，嗯，差不多了。好，王立春，啊，把桌子刚才收干净了，吃饭喽。哦。你的网子蓬头，我们的好，我们的蓬头把它蓬起来噻，扣第一的噻。不要打大我哈，这是你的美容养颜汤哦，要补。很多瓶的汤美容养颜。你要补一下了嘛？那个鸡那就不能养颜，不能赢。我给你汤要不得？嗯。要不要汤？要。可以，你拿个碗来。好多水，那得洗碗嘛，噻。管你了，多喝点汤哈，你要喝汤的。先把蛋子擦嘞。嗯，还是多点好吃。你梦着的？好吃。哪个好吃？那个鸡。知道还得吃了，哪儿钉子臭嘛？给我。哎呀，好香。好吃。臭吗？给我吃。蒙到鼻子疼。你爸爸说的那头发白呀，那需要补一下，然后妈妈就加点党参给那个黄芪些。我是说我皮肤不好，晒得黑黢黢呀，最多是不要喊我出去晒太阳。我跟你说，你晒得太漂亮，喊我你喊你妈，一到出太阳的时候喊我不要出去晒太阳，那喝了不干嘛？是忙事。你上次喝了不那个干？你呀，你脑子不好。他看手机，你钓鱼。哦，这好多帮手，搞红烧钱。一个盘头，两个、三个。那这猪肝吃好还是？通通是盘头，你三个就。我要帮你。你三个就做我的模特儿了哈，我跟你说实话。你帮哪个哟？舅妈。大模特儿我吃肥的了，下次。
我们在那看，我如果是背的话，稍微少点的话，我在那再杀，再来两个鸡。我还等你睡着了，还没那个拉眉毛那个，你多拔几根，明天早上天气少啊。嗯。明天有顿鸡吃哈。嗯。哎，差不多了，再来片儿，好嘞。还有点的哈，好吃，这个有点柴。那个我不吃。你闻一下。花他还饭都吃完了，你还有剩饭的时候说，加就把它加进去，这滴点饭。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希望我视频给我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